海警船2204，带头，后面是2201、2202跟2003，这四艘一个编队，来到厦门、金门跟厦门海域，应该是去厦门避风的。是海警船2204经过漳州店，海警船220。201也开过漳州电厂，上面这个三根大烟筒就是漳州电厂。天气好，从金门都看得到。201要经过鱼屿跟大潭之间的水，二潭之间的水。编队的最后一艘2203也要开进厦门港地头，拍到有一艘军舰，一样是往厦门开，就是在海警船那里，背光很严重，没办法。这是东定岛，又有一个海警船编队要来
厦门附近，目前可在东平洋，这是第一艘，这是3000吨以上的，第二艘，第三艘，第四、第五，总共五艘编队要来厦门港避风，应该是从长江港、长江口那个要来厦门这边避风的，都是3000吨以上的海警船。目前这艘海警船正通过东电岛附近的海域，又要进入厦门港。这批是五艘一个编队要进入厦门港避风了。这是3000吨以上的海警船。目前，我方的海警船正通过一艘2307，中国海警2307舰，看起来非常大，好像是军舰改装的。2307就在后面。2307现在也是要通过东定岛的海域。东定岛它要往厦门港开，所以这是一条国际用的水道，是2307，跟军舰长得非常像。我方的100吨巡防艇在这边，在我方水域巡逻，监视这五艘往厦门港的中共海警船，都是3000吨以上的海警船，都是三千吨。这艘是2302，这个编队的第一艘，2302。这是3000吨以上的海域，这艘2307应该是054A 港。舰首还有一门炮，还保留着一门快炮。这台是2302，2301跟2302的配置差不多。这台最后一艘的编号是2502，五千吨的海警船。前面这艘是我方的巡防艇，一直在旁边做监视这五艘编队进入厦门港。2301已经要驶进厦门港。编队第一艘2301，海警船编队第二艘2302。这艘编号是2302。这是编队第二艘2302，编队第三艘2307，准备通过漳州电厂附近的海域。2307。这是编队第四艘2504。
2504。如果照片上是5000吨，这张是5000吨的海底船2504。这是编队第五艘2502，也是一艘5000吨以上的海底船，2502。2502。2504也要通，也通过漳州电厂附近的海域。2504编队第四艘。这是编队最后一艘2502。